到澎湖玩了三天两夜。其实我在 IG 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我要去澎湖啊，对，我粉丝跟我说我一定要去吃三哥鸡排什么什么的，你看一下就有达成我愿望。你才刚踏到地上而已，老板夸张。而且我刚刚已经有偷吃了，它整个肉都非常的扎实。哦，今天第一天要去吃什么吗？龙虾大餐。等一下龙虾吃到你怕、喔、不会吃到龙虾怕。好好可爱，好亮，好香，呜呼，其实比想象中的好哎。这是你最喜欢的鹿哎。好，我要坐一下小鹿吧。哦，这个床，这个床我好喜欢。 Oh my god， 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床比一般饭店大饭店好软哎。耶，我的哎，真的好软哦，我喜欢睡这种软床哦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回房间准备好。好啊，等等见，拜拜。我们的菜都已经上啦，这次呢又是要吃粥，还有吃面线。不过呢，这次跟以往不一样的是，他们是整整非常新鲜的龙虾，不用我说，你们自己看就知道，光这条虾肥成这样。不需要多说吧，这里各式各样都跟虾有关。我想先吃一般的明虾这种的，它的面是比较偏软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面非常的细，它鱼一点不腥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清甜。里面啊都有花枝蛤蜊、莲蚵，然后还有鱼，这个是鱼丸吗？还是什么啊？嗯，那是鱼丸，身形超可爱，而且超 Q， 我觉得它可以拿来打乒乓球。好，我要来吃重头戏，这个明虾了。看它的肉还在，看新鲜的虾，看新鲜的虾。超肥，超新鲜。说真的，你知道来澎湖啊，我就整个是超期待海鲜。吃完，那再来这个是小短干拌面。哎，这个算是 XO 酱的一种吗？应该是。超大的，它里面就会有一些小鱼干啊，一些小辣片，吃起来整个超无味。主要是它面线炒的真的很香。那我现在其实比较想要吃粥类。这里本店也很有名的深海龙王粥，它真的很重很重很重啊！你们看，它超大颗的，哇，好新鲜哦！像是这一碗啊，就跟以往我吃的面是一样，就是有蛤蜊、蛤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鳕鱼丸，然后有跟这个大龙虾，还有他们的一些鱼，他们的食材都用的非常丰富啊，而且。刚刚老板说，只要有人啊，就是点了这一碗，就可以去旁边那边拉铃铛，报告天下，告诉人说，我就是点了这一碗。其实以龙虾来说，你看这样一直这么肥美的状况，而且你看它还有其他的海鲜，整个是大大海鲜拼盘的概念。这样子的话，差不多900块左右，我觉得蛮值得的。超甜，真的超甜。你看，这都是肉。他们有了。嗯，嘟嘟嘟嘟。再来，我想吃的是这个，它这就是他们的招牌面线，其实一样啦，就是 XO 酱，上面的就是虾，他们的面线都没有粘在一起，好棒哦，完全没有结块，就是不烂的意思啊，破冰块。我真的被他们的龙虾吸引，所以我现在啊特别在想再吃一次他们的虾，小虾都不想剥了。不是，他们龙虾真的很甜。他觉得筷子太慢了，直接用手挖。筷子太慢。就我觉得他的肉就是要挖干净嘛。棒！哇，这超干净哎。
时段了。好了，最后一块。碗大碗加两碗小碗的。那这次我吃的就是本家店几乎全品项的，他们的鱼软口感超赞，龙虾就不用说，高鲜甜，而且肉也非常扎实，然后整块就这样，然后那个肉哦不说了。那其实这里就是我的第一家海鲜，到时候我也可以再拍其他的海鲜给你们看。哦，记事本哎，对啊，到时候我可以留个言，可是它的位置哎，还有一面可以哦。好，哇，你这边也很大哎，哎，妹妹，妹妹，没办法。海景哎，那准备一下，等一下要出海哦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在海上享受晚餐。哇，海上开趴！你知道今天我们家出去有什么行程吗？就是在海上玩，就最期待的是游泳，因为我超喜欢大海，我是美人。期待的微风，坐着眼睛。好，很多。好，太多了。OK 了。要票了，来，等小降落的。等两天才来玩。是啊。好，不要叫我跳跳。360度侧身转的那种，不会转到回来。哇，珍珠美人鱼啊，美人鱼怎么不想讲？我怕我浮上来。来，上大了。为什么你游一个泳上来之后就出现这个？可能看我饿了。怎么穿回去了？在海上就是要脱掉啊，很冷欸，就到岸上都不能穿衣服了。我是钢蛋，你是笨蛋，像鸡肉，鸡肉口感，真的假的？在我们面前烤过的，烤过的。软软的鱼软啊，哦，有鱼软啊，它是鱼软吗？有软啊，没有，是烧的，对，刚才。跳船，跳船就是哪里有吃的就可以把你拐走。是的，这是我们从印尼请过来的大厨。萨瓦迪卡，印尼哪里讲萨瓦迪卡？布达卡拉，面吧，这腌过的。东西像海鲜，感觉在船上吃就不一样。谁在船上可以有龙虾？有，我们。对，虽然说是泡面，但是最主要是上面的料非常的丰富。它用的热水是龙虾煮出来的水，所以是特别鲜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然后我们刚刚在船上还吃到生鱼片，自己切的，然后还有鱿鱼，然后什么一大堆都可以，就是要来澎湖自己开艘游艇，然后来个海鲜趴。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啊，好爽、啊欸！快快快！你叫那个华生帮你剥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刚有学一套龙虾剥法，他这已经练成了，就是到那边。有没有马上加油？有没有啪一声？海鲜的，啪一声，啪一声，然后直接把它剥开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完整的，完整的，直接吃。耶，感谢。直接抓一下，直接。嗯，好饱满。我感觉这个吃法超好卖哎，难怪大家说来澎湖就是要吃海鲜。那今天是第
二天，我刚刚一直以为我们要在岛上玩。原本是可以的哦，但是因为之前台风嘛，海象比较不好。我们就是在海上看你要玩水啊，还是怎么样都行。然后刚刚我就玩了很久的水之后再上来，然后开始疯狂吃。明天呢，我们还会有一餐海鲜大餐，所以要期待。比较深的虾肉，它的龙虾上面还有那个鱼软，其实这几天吃下来我觉得生的龙虾比熟的好吃，是因为它保留它虾的那个鲜甜味，然后非常的新鲜的那种感觉，真的你会很开心。再来我要试试这一道，它是有点焗烤的龙虾吗？好甜哦！被以为加了一大堆美奶滋哦，完全都是自己切的。去一下他们的花圈，一年多而已。那你打工先来再盖，那感觉是很贵，对不对？盖起来那个很贵。打得很快。这家的面疙瘩，它一点都不粉，因为那面疙瘩就是它是用面团、面粉做出来的，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整块嘴巴都充满面粉，那感觉其实没有到好。但它是做的非常的薄，然后非常小，然后又非常的软，而且他们是用南瓜让整锅汤变得非常的甜。get 一盘虾，我想再少两盘，这个跟这个。我觉得是不是很香，哎，跟平常的鱼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要回台北啦。这三天下来吃的真的是爽，就是海鲜没有别的。来到澎湖就是要体验他们当地的海鲜，也可以在这边然后玩水，然后以及民宿啊、风景啊什么的，就是简单的小情侣可以来，或者是朋友的自由行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也不要去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按铃铛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跟粉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帮我分享出去。那我是露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回台北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次我拍摄下来的行程或是这样子的风格的话呢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联络一下我这次住的民宿老板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热情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你可以侧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太暗了。太暗了吗？走进去可能会出不来。你隔壁桌的人在开动了。没办法，我们住这么远，我们要理一下老人嘛。哇，你都得罪肺癌了。谢谢你啊，现在年轻人真不简单，会这么讲我东西。哎呀。好，